现在来到的场景是海街日记，今天是2018年的9月10日，距离台湾上映日期2015年9月11日快要满三周年了。今天来到了镰仓长谷的车站，第一站我们就来到了麻星。很不巧，礼拜一公休，但 Golden 有多幸运的一件事发生了，竟然在我愁眉苦恼的时候，发现老板他买菜回到了店里面，所以他通融我，让我进来了，我非常感谢他，而且他非常 nice， 还帮我拍了一张远景图，就在这边，长泽雅美跟坂口健太郎在这个场景呢聊聊跟关于广濑铃这个妹妹入住在长泽雅美他们家，然后坂口健太郎就一直在揣测广濑铃的心机之类的。这个场景就在这边，叫麻星，他礼拜一公休，大家记得礼拜一不要来。电影场景是在傍晚的时刻，所以现在的景物呢是今天有点阴阴的，我相信傍晚来的时候 Magic Hour 已经是非常漂亮的时间，可以看到海景。老板人那么好，预祝他生意兴隆，大家有空可以来一下。你坐江之岛线呢来到了长谷站，就可以走路大概四分钟就到了，几百公尺，相当有意思，相当的有风情的一个店家，来这边坐在这边一定非常棒，我真的很 lucky 耶。而且今天就是因祸得福，礼拜一公休，所以没有人，我可以尽量的拍我的朝圣照了。到此一游，我们下一站。